你现在不老做学姐，学什么不一样的？课学的是倾向，我们怎么把它大家的方向一致，各自推动是没有错，但是方向要一致，甚至是要接合。因为那比如讲，像我们教自动对接回，自动对有会当帮助你的导航，你搞双轨。啊，如果哪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，自动对那张图跟你们这张图未来画起来不是要一样的，要做接轨的蓝图。是啊，不是你们画你们的，别人办别人。其实后学讲话很重的，但后学就是说，而且大家认清楚了啦，因为从前呢，那人是在几千人啊。家里人是咩啊？平时咩啊？没有，一到我往转来往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画出来还是各自一张，后学被强调各自一张。是咩啊？咱基本爱讲话哦，卖搁强调讲话。会啊，中意啊，拢买文足清楚。好学知影。我感觉即句话哦，好学知影，但是正大家就是拢安尼讲。啊，好学就是要突破它，我们就是不分。啊，其实没有这样分啦。好学现在只是告诉大家说，我们现在就是不分啦。好学一直强调我们不分，不分的状况是各自运作，它不分的。卖讲啦。对啦。心脏不分那个，不是讲阿伯所在，嘛是一定会去感觉到。对啦，是卖讲伊普罗上面大众咧，大众个面前咧讲啦。有当时啊，尤其是为一个领导者，你也搁伫大众个面前，搁讲乡下下下分组签个话，对啦，会伤到别人的心啦。我无啦，当然。好学知啦，好学即卖是甲恁计。我知。有资源啦。这是地方资源，所以不要用啦。不要加上阿美下，这个地方资源。今嘛，阿个内部分工，这是各这嘛，这嘛各主了后嘛要合体啦。内部分工是各组的事情啦，各组的代志啊。啊，这嘿，咱都会讲，这是地方资源，咱要去善用。哦，像伊有志工队，咱有需要志工队，咱就是。善用志工队资源啦，像咱滴滴啦，填那名字，包括名字，麻烦志工队先生给咱拍牌，免二十分钟，你多拍两点钟拍袂好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今天阿姨啊，无你伊咧功课拢无咧做拍半个尔。你阿你讲这不对，好是不能接受。伊绝对不是我无法多做物件，我后面帮着，好是一直强调接轨，爱听清楚什么叫接轨。因咧做个代志，就是讲，我简报也要跑，唔无力去拍。少年人不遐闲，我想要强调，人因毛因的工课，因当像你讲，恁有恁的德福咧推荐因毛因的，但是不是说啊，我不会做，我丢给谁去做，不是这样。唔系因会真搞因对。不是，那以前他做一颗脸的艺术，是安尼，但是比喻这个简报诶，化学干嘛的？反正反正，现在就是讲，你要用这个简报比喻安尼写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咱人力不够，可以请求他们更多资源啊。像你要做代志，你感觉你爱真侪人力来支援，唔是哩？啊，无变做接轨，啊，无你甲我讲，你变做接轨。我觉得接轨是，比如讲，今天你们要去访亲，恁一定有一定的想法，恁拢全部拢看好恁的对象。啊，搁物件，话术恁拢讲好啊，但是一定拢有宽好啊嘛。那你们也可以两三个接的区就去访亲了，是不是？那志工队他可以做一些什么？志工队他能去的资源是，你讲，因为风亲界啦，他本身他对志工他有没有一定的了解？好，那你可以推广他，你可以推荐他说，啊，我今晚有志工队，啊，志工队在做啥，咱够了解。啊，比如讲这个啦，哎，比如讲这个啦，啊，我不是说我无啦，我来叫志工队来挑，我所以后学都强调就是，我说后学一直在强调说，后学比较不去在意讲什么话，重点是要理解我在讲什么话。那一部分如果我们不了解，可以麻烦志工的姐姐帮我们去把它引进来。透过那个关系去解说，哦，我们现在志工在做什么？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加入。加进来。那志工有哪些志工？对对对。爱可以了解，比如讲，咱有厨房志工，
对不对？有帮技工，跟咱老同的技工，咱老交通的技工，交会职工，交通指挥，还是啊，咱搁有啥物职工？咱嘛有要唱歌，像今仔你看人来唱唱跳跳，那你干嘛写成立那种快乐唱歌职工？咱都跟我唱的花马乐啦，金马乐，咱嘛有这种比较新兴上。我想要强调的是，还是有哪些志工的分别，那你要把他们带到什么样的位置？那比如你的共啊，今天志工启动上面属性，这个时候有可能，比如说我们就需要让他来跟他接洽，哦，伊来交伊接洽，啊，伊来交伊接洽了，是不是咱有法度自己的把这个人，你绑清绑完了，要有个结果吧？我唔是来遮找你讲讲，我着先一挂伊来去刷。甲伊方向伊愿意出来，我甲你带来，比如我甲这个浅显的引导来，这个平台，伊来做咩？伊来做沟通，伊来做上吊，安尼较是有意义的。我想要强调一下呢，怎么把它接到这个平台上，这个志工队才会有意义。听到你讲到你，他嘛不是讲在做苦劳啊，讲我着叫人来出来，叫你做啥，你帮我做啥，你叫做志工。这其实我们都不会有这种想法，那大概是都是在帮办，但是怎么把帮办的这一块的用人讲的效果，甲伊发挥到上关。比如你看你做的部分，家己要做，甲某单位。啊，甚至比如讲，我志工队更想袂到，我想袂到个志工。那恁去咧访亲，恁是毋是有一寡浅显甲你讲？我就是爱啥？可能他的特殊，他有比较偏向，比如讲去背山，恁有爱背山爱冲山。好，这个部分，即登山，他也可以成立类似一个登山社。好，今天好，就登山社嘛，你看人广告啊，舞蹈社。对啊，他就可以去引导业，但好业。那不派个来抓抓的。那这个是您去风清要，比如说你们要回来跟我们台湾共来共，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职工队？他们的计划呢？人才也上来了，那你在职工队买在各家做这方面的琢磨，职工增加，职工的功能是不断的在增加，职工够顶的那个。啊，就是一个新的，会使来拖来施工队上好。小朋友，不是你在上金伫工厂里面，伊拢伫咧爬山，你顶下嘛带你去，甲会爬一下。是咯，安尼啊，真好啊。是算应有诶。啊，这个是你讲诶哦，施工队嘛，不是讲来咧做施工诶。你进来做施工的过程当中，怎么引导他对道有信念？你嘛看伫交通指挥，你嘛毋了看讲人咧解蔬菜。主菜不是在那里主菜而已，这个在引导的啦。比如说这个组长，你今天来交通指挥，你一面交通指挥是不是在那里等？啊，你会等的就你的最基本，你会等的一些道念，你会等给他分享，是怎样你会来站在这里。要不然人生也要有个指挥官，这个指挥官是谁，你就跟他看你们。当然，共同参与了，有了，要引进。就是讲，到底那时阵，你讲的不是边仔咧讲外口有诶无诶，靠着做志工讲的拢是讲道中的真理。哦。哦，伊感受着讲，哦，我伫遮做志工，我就是上天的天使。那所以这个也是在动物红展里面，大家可以去课。什么的，你要什么呢？是，你要去让他放在对的平台。喜欢太多天，助攻啊！哦，也算算顺修读书，哦。巡守队，是咯，啊，咱是不是咱算巡守队？咱嘛不是讲袂使。因为伊个，咱逐个开班哦，咱讲多听会听无。你都做无好，你做无好，咱嘛是开班的过程，咱嘛是会开班巡守队。你讲到是安尼就讲有啊，靠靠靠，是靠，是靠。走进浅浅的公正后，小弟就想。买到成立类似机构，那但是现在哪个娱乐场，就是为每一个引进来的道亲，让他们来听到。你还可以熟客接的，所以志工队的发展绝对不是讲，不是讲只是说啊，就是要搭建要做工，只是要借由他那一个内容，然后让他对到开始的认知有信心。
所以讲要予进一步研究一点人际关系的展开交流，要引起纪律的变动。所以或许他也强调，各组是都要大家都要搭配，要清楚在推动什么道路，这样符合的话不合的合。啊，这样不会，但是一定要去放。对对对。是这样子啊。嗯。现在提出同意，提出同意，提出同意，同意，提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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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有当下拢有穿口，但是叫外口也拢无穿口，嘿，啊，无拄到遐啊，叫起来咱有咱个。饭店。哦，迄个，对我听讲，迄个。神威。神威到。迄讲就是应该开始，啊，因唔知影讲因要来招待伊，是安排好啊。这算强迫，对，你人叫我来抄呢，你给我看过来，你给我copy起呢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票拢好，咱来听下伊，啊那好，咱来比。哇，厉害呢！手机嘛，哦，会语言，啊不按，是吧？是这样的负面才对。哎，负面的，是这样，还有后遗症。我就无听内底前所谓讲师讲，对啊，对啦，化学只是提动啊，化学不会，不会说你们要怎么做，化学要干涉什么，只是提动啊，你的其实这样啊，因为要求到的方法足多啊，是啊，对，我咧从四年教育就是去遐，迄落。这个四年教育吼，啊，不落爱去这各种的，啊，那刚刚是比如讲读经啊，迄个传道去啊，迎宾下那种啥呢？啊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各各什么内容，或是读经啊，或者经典啊，咱是讲的啊，拢改教的，还烧笼统啦，啊，还烧笼统啦，伊安尼。就他就讲，我会加强求道的好处啦，以道德宝贵跟殊胜啦。这样的嘛，对德德子的观念，是讲是讲按以三宝为中心的观念，道德的事情，也好处啊，道德好处啊，道德宝贵。宝贵的观念啊！我这个拢想到啊，我用开光。是哦，安尼也假啊！我讲你这来者，成全包的熟悉应用啊！成全包的熟悉应用，成全包的包人啊，要先传人啊，拢做好应用啊！因为大人要先传人，要介绍啦。很多我想，搁想一个公共的，所以怎么讲你又袂？你讲接触的啊，哈！成全包啦。成全包的熟，成全包的应用啊，因为熟悉与应用的变化，因为他都要代表要成全包，哎，我也不熟悉，那得爱够熟悉。这是内部分工的，内部分工的，这是课程内容，要安怎加强刀锋工整的方法呢？我那个是制作，加强，我那制作的服务的手机程式。关心课程内容，你讲的成全包的熟悉的应用，比如像那什么那个什么经典啊，他们有教的下，成全包的熟悉应用就可以嘛。必然有成全包这个，你这个法宝来去要熟悉应用。以前的人嘛，唔知影讲有那个成全包的概念。这就算做讲要用到，拢直接做一伙，安尼来熟悉吼，熟悉了会较好啊，用善用。阮内部分讲咯，像讲配合这个时代吼，咱有做起拢要用手机啊，要找资源啊，要看影片，咱用手机啊。啊，所以安怎咱会当上镜，啊，就会
有个 APP， 要看天气的啦，要看气温度的，要看有。现在的天气啊，做啥物？温度啦。